的，来20多天，20多天对，我不知道还能运到明天哦。对啊，明天，所以我们要换个明天。我要问一下，因为他来到新加坡也有很多那个新闻啊，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很想要知道，因为报纸有写说他有跟他可能有跟什么吉他手有没有？啊，观众想我还有赛车手啊，来这边什么赛骑吉他手、赛车手、鼓手啊，有还有乐就是音响师啊，有一点点绯闻，不知道是哪一个手，到底是哪一支鼓手还是吉他手还是 bass 手，还是赛车手，还是赛车手？没有，观众想赛车手啊？有他有请赛车手啊，因为他敢排啊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对啊，他赛车手很出名的，很抢手的，很多人都想用他。我看到报纸是写吉他手。像我看错了，看你是阿牛吗？阿牛那是贝斯手是哦，阿牛不是吉他嘞。哦，阿牛错了，一是吉他，是贝斯。喂，我呢？我找你问你，我不要你同我一是贝斯啊，是吉他，我不要。我问访问本人，阿牛，阿牛这个什么手？你大手这是对的了，你大手是对。不是，不是那样。都怪你的。不煮饭呐、啊，不炖汤给他喝啦、啊。所以台湾的汤水果又很甜，又滋润。所以你看，大家水水水。啊，有时候我一查到人的大腿。哎，门呐，不是，够不是啦。够不是啊。门呐，你瘦你别管我了。你还是回去一样用你的双手就好，不用管他是吉他手。尽量给。哎，没有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认识一年多了。哦，谁是谁？其实他去年就过来了。那是谁？是谁来的？谁？来，是谁来跟我呀？好厉害！我是 Eric。那 Eric 过来啦 ，Eric 过来。这是 Evan。我过来跟你耶。这是 Evan。啊，我过来跟我嘞。对啊。我都不要弹吉他嘞。我嘛。哈。哦。新加坡最贵的吉他手啦。新加坡最贵的吉他手在这里，你有看到？这个才是真正最贵的。这是贵的贵的，不是贵的贵。这是上贵的，你看。上贵的，这上贵的，这老贵的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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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可以啊，这顶高嘞你！啊，你嘛看，你敢挡管吗？小陈。